城不在大，有位则名。离开绥德一路向北，来到了全国唯一用古物命名的千年古县。觅食惯例，首当开胃，先喝点绵滑的米汤润润嗓，再去边溜达边打听米汁什么有名吧。米汁是不会随着的黑，要用吊车出边的。当地除了小米声名远扬，竟还有如此厉害的代言人，难怪都说米汁婆姨绥德汉，就是不知道这婆姨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个我不懂。米汁它是没有出家，这叫绿汁，这家里活的叫婆姨。这下懂了，前方米汁家人出没，去问问除了小米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儿子，绿带他就在那个方向。据家人们所说，距离米汁不远的龙镇马湖峪村有家驴肉馆，已经开了40多年，而且还有自己的养驴场，竟是隐藏在小小村落的老店呢、看来这一趟应该稳了。富驴送，此地有驴，笑容可掬，景象高昂，耳听八方，目有神采，仪态高贵，驴之可爱，驴之可食，皆使人心旷神怡，情感悠悠。这是我刚炒好的驴肉，你们现在吃，等一会儿我给你们炒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驴板肠。谢谢老板，那就先用驴肉试试这特色美食的深浅吧。第一口下去，麻辣瞬间点燃了舌尖的火焰，如同火山喷发，烧着味蕾的每一寸空间。再次细细咀嚼，香辣仿佛将人带上了辣味的极速过山车，鲜嫩的驴肉在口中尽情欢快地跳跃，每一口都是酣畅淋漓的辣味律动，过瘾。当地人都喜欢吃这个。陕北话用我们江西话是铁勺驴肉，地上的肉。哎，铁勺的驴肉，地上的驴肉。驴肉比龙肉都小。黑鸡精嘞，对。比劲儿，可比劲儿了。我是米子人，所以我做的都是我们家乡的味道。这个店是我光棍7、8年传下来的，算是当地的老字号了。刚没注意到店里竟都是清一色的娘子军，米汁婆姨果真名不虚传。咱们跑这家店过来吃饭来了，味儿好，味儿好不好？你看牌子。能让老乡们热切追寻来到桃源小村觅食，看来静姐的手艺相当有两下子。这扑鼻的香气勾得心头蠢蠢欲动啊，难怪当地人都说这驴板肠更值得一吃。又是个孩子娘，不是个驴板肠。板肠是板肠的味儿，这个驴肉就是驴肉的味儿。刚才看静姐不是两锅一起炒的吗？难道这驴肉和板肠的做法还不太一样？驴板肠需要多一道工序，需要先卤后炖。好的驴板肠，6分的卤，4分的炖。原来如此，板肠多了一道卤的工序，那吃起来滋味一定更丰富了。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嘛，都得尝一尝，尝过才会知道。据静姐所说，陕北话里板肠的板字是一整副大肠的意思，而卤制之前的准备工作却也是不可小觑。洗的时候用盐软着洗，这样洗得干干净净，洗完了再反过来反过去，这样保证入锅后口感好。接下来把清洗后的板肠凉水下锅，放入料酒，水开后浸上1小时，至五成熟。万事俱备，是时候请出静姐家传的重磅老卤了。这一锅老卤的关键在于养汤，许静姐每天更换调配好的秘制料，日日循环沸煮，
浓缩油脂与香料风味的同时，方能一并达到去菌的功效。蜜汁溜搞坏以后，就可以放入铝板肠开始卤制了。每天卤制的时间至少要5个小时，才能让糖的精华和味道进入到板肠里面。咱刚卤好的板肠已经出锅了，有的客人想吃这个五香的，他就可以直接切片吃了。但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香辣的，吃香辣的有2个步骤，第一个就是把它切片，然后放在锅里炖，也炖的时候再加入调料，就更加入味了。而炖炒时的炭火高温，不仅可以迅速炒熟板肠，而且还会赋予它独特的熏香，这样板肠的鲜嫩口感和色泽也会更佳。来了，尝尝一下，可以吃了。老板，来份小辣板肠。稍等一下，马上。本身就属于米字县，所以我们这个老板娘她肯定就是米字的婆姨。我们米字婆姨都漂亮、醇厚、朴实，给我陕北话就是实在。你看我们店里都是女人，我们米字的女人吃苦耐劳、勤快，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比男人差。我现在在米字生活了今年51年，可以说我离不开米字，我离不开我们家乡这个。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了自由，每天其他人下班后，我还有一个人留在店里，有时候老顾客来电话，我还要随时准备接待。我们老汉常说我不该笑，其实上我的笑容都给了这个店了，干一行就得守一行，没办法。作为店里的主心骨，静姐的宗旨就是人不离店，偶尔去镇上采购，就算吃口饭也是争分夺秒，只点出餐最快不用等的。他说自己连看望母亲和女儿的时间都没有，更不能等别人做饭了。偶尔刷刷手机也是学习怎么拍短视频，想让自己家的驴肉让更多人知道。就有一个目标，我把广广传下来的店守好，让更多的人知道米字除了小米，龙州马侯爷的驴肉也很好吃的。在我们离开后的第三天，马侯峪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庙会。如果不是设备落在店里，错过的不只是这村落里迷人的淳朴风情，还有静姐融入进这一幕的悠然和谐。虽说米汁婆姨因貂蝉故里而出名，但从店里姐妹团身上感受到的，更多是陕北女性美在勤劳娴熟的内心。她们用自己坚韧的意志，抵挡了生活中的一切凡物琐事。沃壤一粟，米汁惜之如织，幻化延展出当地的万般滋味。这份香味，孕育了黄土地的一方儿女，也柔和着岁月里心头上的乡情。在尘世的烟火中，诉说着这座古老城市的往昔。驴肉和驴板肠就是代表我们米字特色的一个美食。你试一下，看尝起这一锅吧。来，没有，给你把这个信息拿上，你先试一下。这是直接往上翻吗？对。你小心把锅给人家铲塌了，你在这杠杆原理呢？这可不是杠杆原理。